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这个男人叫小鹅，是个弯弯油管博主，专门拍怪物弹珠视频。这一天他碰到了肌瘦神迹 24%。小鹅把他存很久的非洲玉投了出去，他非常想要牵走，就为了让他的刷果体验更好一些。小鹅决定去厕所，用刚方便完的小手去抽，看能不能好运一点。小鹅这边看到四星安心了很多，因为下一颗会不会出货才是重点，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要出意外了。小鹅看到角色时傻了，此时男人灵机一动，突然想起九周年礼包也有机会中签走，小鹅决定买下去。想知道小鹅最后的结果如何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就知道了。